倾城之战手游，今天就要玩这个非常好练的手游，应该是吧？没错，到底有多好练哦？你自己看着办啊！用这个钱飘得很快。这么个离经，OK。我刚刚路过森林的时候，不小心被可恶的蝎子蛰了一口，疼死了！不要哭。我继续把咒曲讲完哈，然后主线这边继续演示下去，这样。这怎么身心啊？哦，人们可以想升级推荐加点什么？是。这么神兵。像这边有那个二层，这边是神医，神医的升级。OK， 今天到这边 ending， 青龙，帅死了！那这波呢？你可以看暑假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玩到这边好不好？